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教育界的前辈，同仁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大家昨天睡得好吗？好。好。睡得好啊，才能吃得好。睡得好又吃得好啊，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假如地位高，财富又多啊，但是吃不好、睡不好啊，那也不见得啊，是福气的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害，我们可能要冷静啊，去思考啊，才懂得了。那比方我们昨天这个谈到自爱啊，才能爱人。那我们真的懂得自爱吗？比方我曾经啊跟大学生交流到，我请教他们，请问他们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，还是大学的时候德行好？很多朋友们都说小学哈，好，那假如我们的德行是小学的时候好啊，那我们有没有自爱？自己的德行一直在往下降呢，那我们面对自己德行往下降呢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帮助自己啊，心灵提升上来，而不是一直在往下降啊？所以我们看看自己这一生呢，有没有懂得爱惜自己。我们跟自己24小时朝暮相处啊，我们都不懂得爱惜他了，请问我们还能去爱人吗？我们都想着呢要去爱别人呢，但我们是真正懂得什么是爱了吗？很多呢我们人生的想法都很好，我们希望去爱父母、爱孩子，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，但是在这一些好的目标的追求当中啊，有没有一步一脚印呢？有没有找到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？我们要找到呢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呢，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？假如我们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啊，那我们常常成语里面讲好高骛远啊，所以老祖宗啊这些话啊，对我们的人生呢、事实上呢一句啊都有很大的启示。但问题就在啊，这些话呢我们只拿来背，拿来考试，没有用在自己的人生，没有启发自己的人生呢。那大家觉得读《论语》乐不乐啊？你们没反应，我听懂了哈。虽然你们没讲话，我听懂你们的心声啊。那假如我们面对这些5000年的经典呢、都这么苦，然后我们面对孩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、
你说他相不相信啊？小孩子啊，心里特别敏锐，骗不得啊，来不点半点虚假。我们小的时候很敏感的啊，今天爸爸心情好不好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有没有说话？没有啊，那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所以啊，其实我们都是很敏锐的，心的力量很强啊。哎，可是读了大学以后啊，这妈妈都已经痛苦的要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怎么我们的敏感，我们那种心的力量越来越弱？这值得我们思考啊。好，我记得有一次刚好这个上弟子规的老师们呢，哎，他们看到是母亲节啊，就设计呢啊，让孩子啊感恩母亲，啊，给母亲啊行跪拜礼啊。结果这些母亲啊坐在椅子上呢，这孩子一拜下去啊，这个母亲就流眼泪了，很感动啊。而这个五岁的孩子啊，当他抬起头来啊，看到他母亲流眼泪啊，他也跟着哭起来了。我在旁边观礼啊，我看了也很感动啊。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孩子找过来，我说你刚刚为什么哭啊？他说因为妈妈哭了。完了，母子连心啊，那一下子那个心电感应啊，这是每一个人本有的天性啊。所以父子之道，天性也啊。老祖宗是顺着人的天性教的啊，所以好教啊。我们曾经办一些课程呢，啊，有一些官员来了，啊，来的时候啊，头是这样进来的，上完课啊是90度鞠躬出去的，啊，结果他们的上司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地方很危险啊，专门给人洗脑的。”其实他误会了，那是老祖宗的教诲，是顺着人性教，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啊。所以这个《孝经》里面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啊，不是违逆人的本性在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很熟悉啊，曾子是孝子啊，传的《孝经》啊。啊，在24孝里面有提到啊，曾子有一天到山上去砍柴啊，结果有朋友可能走了不知道多少天的路程啊，去找他。啊，母亲看到他的朋友来了，曾子又不在家，人家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啊，很怕让人家在等。以前的人啊，很厚道啊，都替人想啊。所以，这么心急之下呢，想叫曾子赶紧回来啊，他就咬了一下手指啊，一咬下去啊，曾子马上心痛啊，家里有事了，赶紧回来啊，看到母亲，妈，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他母亲讲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的朋友走这么远的路来了，我真怕他等啊，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赶紧接待朋友。哎，母子连心哦，曾子这么大年纪了，哦，还母子连心哦。好，诸位朋友，哎，现在我们的父母咬断了，我们知不知道啊？哎，我们的天性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应该是保持在发扬啊。这种例子啊，不是一个例子啊。哦，你包含于乾隆，
他去当官，突然呢、啊，心里发慌啊，他马上把他的官职辞掉。以前的人太可贵了，功名利禄啊，绝对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功名利禄是拿来照顾人民的，不是贪那个权贵啊。所以名利啊，没有污染他们的心呐、啊。哇，现在人一赚大钱呐、啊，连父母都要看他脸色啊。哎呀，你要赚钱，你没空了、啊，不用来了。嗯，我们这个当儿女的听了，嗯，对对对。现在这个世界谁最大 ？Money。颠倒啦！以前是人心中时时都念着父母啊，现在人心中时时都念着。大家看啊，老祖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钱字怎么写啊？常常只想着金钱，就要出事啦。这两只刀就要现钱啦、啊。所以现在父子争产，兄弟告上法庭，多不多？多啊，不是新闻啊。所以大家看哦，颠倒的现象处处都在哦，因为万法由心生啊，人的心偏啊，种种乱象就出来了。所以老子讲啊，知常曰明啊，不知常妄作凶。知道什么才是做人的常道，做人的正道，这个是明白的人。不知什么是常道正道啊，他所做的行为很可能都在造成他人生往后的凶灾。我们想一想啊，现在不孝的儿子很多啊，请问大家，5000年来啊，哪一个时代的父母花最多时间教孩子？现在哦，大家都有同感哦，心有戚戚焉哦。那请问大家，这5000年来，哪一个时代的儿女教的最差？现在哦。那大家学过经济学叫投资报酬率，不划算呢。你说现在人很会算，对吗？对哈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等着，叫人算不如天算啊。人再怎么会算，假如不跳出自我自私啊，他所能算到的呢，只是眼前的利益而已啊。哎，只看眼前就看不到未来了。所以急功近利，好像眼前大家经济都好了，哇，下一代完了，再来。大自然岌岌可危，很多科学家就讲了，人类再不改变他的行为啊，可能这个地球都不能住人了。请问大家，钱存到可以上火星了吗？哈，现在人还是在那里思考啊，哎，我要赚多少钱呢？以后我就能解决问题了。那天看报道啊。所以人啊，不知道根源问题在哪，疾病乱投医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
看到哪个报道呢？俄罗斯已经开始做方舟了。大家不知道啊？啊，你们不知道也好了，少一些担心了啊。什么都不知道也是太平日子了。哦，不过要行善才能是太平日子。为什么做方舟呢？因为有一个片子啊，全球播放，叫2012。啊，它是根据玛雅的预言，预言人类到了2012年12月21号的11:11重新开始，而且他很多预言都很准哦，所以啊，很多人相信他这个预言是有他的道理哦。结果他这个预言传播开来以后啊，科学家说话了，科学家说啊，现在呢，太阳的周围啊，形成了太阳风暴。哦，不过科学家说呢，以他们的推算呢，是2013年。这种风暴啊，会对地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啊，会引起多少的灾难呢，啊？不知道。好像2012年呢，就说到呢，黄石公园，哦，美国黄石公园很大哦，会火山爆发，哦，然后那个火山灰啊，会持续好一段时间，人都见不到光明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一个片子里面就讲到呢，好几个国家合起来做方舟了。最后就他们活下来了，连喜马拉雅山呢都被水给淹掉了。看过的请举手。哇，这么多人看过了，请放下。哎呦，你们的功夫不简单呢。看过这个片子哦，居然还可以吃好睡好。哦，请受小弟一拜啊。代表你们有一个功夫很厉害，叫放下。好，是啊，还是你们已经把寿命定在2012年？能笑赶紧笑，哦，能吃赶紧吃哦，哦，那也是另外一种境界哈，哦。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看呢，我们2012年那一天哈，哦，我们就来办个讲座，大家一起来参与哈，哦，有福同享，是吧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哦，而且哦，告诉大家，一个人有福气哦。他在战场当中啊，那个子弹看到他会咻这样过去。一个人没有福气哦，躲在壕沟里面了，那个子弹咻。哦，所以啊，这在历史当中啊都有实例啊，哦，所以很多人生的道理啊，不见得是要经典跟别人告诉我们。一个人善于观察，善于用心，他在他眼前就看到什么叫真相、真理。比方说，大家看我们身边的邻居，假如有钱了，就非常的嚣张。请问大家，嚣张多久？哎，可能有人家里呀，啊，父母不识字，常常呢，这些邻居啊还骂他们傻人，哦，笨人。
结果他的儿子五个都读大学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被人家骂是消自己的罪业啊。世间无没有做错事啊，还被人家常常骂，子孙都会咒发，会发达起来啊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你明理之后，以后你被人家骂说：“哎呦，我有福啦，后代有福啦。”你不明理，就每天气得要死，气了还把自己的身体都气坏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你真明理了啊，这个人世间没有一件坏事啊。所以你今天假如被骂了，你要，哎呀，种福田呢。好，尤其是什么呢？你做了很好的好事，人家还骂你，还误会你，不要难过。一来修你的定慧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还不解释，还能忍辱，观德于忍啊。一个人德行从哪里提升？任何境界都忍得住，不跟人计较，不跟人对立，德行就上去了。啊，讲两句，我们脾气就上来了，火烧功德林啊！所有的修养啊，一把嗔恨的火啊，全烧光了，烧完还三天缓不过气来啊！你说这不是自讨苦吃嘛？自找罪受了。观福于量，看一个人福气有多大，看他的度量。所以一个人能当上宰相啊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啊。啊，所以大家注意看呢，那个很有福气的人呢，相由心生啊，耳垂特别厚啊，脸特别大。大家注意去看哦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有这个相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他从小啊，奢侈浪费啊，福气都耗掉了。你们不要拉耳朵了，拉没有用。要记住一句话：君子务本。要从根本下手，不要从现象当中下手，拉到最后伤了耳朵，我不负责任。什么是本？相由心生啊，要转心啊，一转呢、啊，相貌就转了。哦，所以在《了凡四训》当中，袁了凡先生呢、啊，他人生的阅历也很多、啊。他遇到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，结果这个朋友啊，小时候的坏习惯都改掉了，本来很傲慢呐、啊，哎，刚好一起进京赶考，遇到这个朋友，看他呢，整个气质都变了，尤其很谦虚。这个袁了凡先生就说了，他今年一定考中，结果果然考中了。所以尚书告诉我们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真的。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呢、啊？最根源的是他改掉习气多少。你不是每天在那里拿着书读，你就改变命运哦。书只是告诉你方法哦，怎么改正自己的习气，真改了命真变。有没有人去算过命啊？哦，没有是吧？有啦哈、哦，算得准不准？哦，很多人算得很准哈、哦。告诉大家，你假如学《弟子规》哈、哦，还被人算得很准，叫。白学了，那你就是都没改习气，所以命都没变嘛。
所以这个学了一阵子之后啊，去算算命也是可以的。最重要是看什么？哎，我有没有真学、真干呢？哎，一算不准了，就是自己啊真下功夫了。所以整个《易经》就是讲趋吉避凶啊，本来的灾难可以避掉，这个就是自己啊得日进，过日少了。哦，好。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呢，俄罗斯在做方舟了，而且他说五年之后做好，哇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说人算不如天算啊，而且啊灾难的根本在哪里？根本在哪？就像大夫治病一样，中医治病啊，你得把病根找到啊，才能把它治好。病根在哪？尚书告诉我们。所以没有这些经典啊，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上，面对这些境界啊，都觉得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处理啊？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尚书上又告诉我们，天作孽有可为啊，这整个天灾啊是可以转变的啊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，自己还不肯改过继续造孽，那这个灾难就很难化解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了，要转变世界的灾难，要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跟改变家族的命运，根源呢在转变人心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人心要靠教化，教化可不是急功近利办得到的哦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哦。教化是现在最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所以请问大家，这个世界上哪一个行业现在是最重要的？你们说的哦。哦，不是我说的哦。真正思考了，真解决问题啊，现在啊外交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，政治、经济、武力都很难解决，甚至于这些方法哦，坦白讲，越解决越复杂。为什么？舍本逐末。大家看最近国际间用的方法，经济学家用的方法，最后变成金融危机。结果他们提供的方法呢，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没底。投了这么多钱，到底能不能解决？告诉大家，只要继续奢侈，这一个题目叫做无解。对呀，继续奢侈，福气就全都耗掉了，哪有解啊？我们看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，武力最强。美国是经济啊，算是很发达的哦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，全世界欠钱最多的是哪个国家？哦，所以美国人的逻辑哦，我实在不敢恭维。他想做老大，居然是欠钱欠最多的。一个人没钱到处花钱，你尊不尊重他？
这样的行为啊，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啊，都觉得他很无耻啊，没钱就安分守己了，还这么会花钱。他自己爱花钱就罢了，还把这些价值观通通送到全世界，都要学我，都要学我。好莱坞电影就学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下一代的思想观念都受好莱坞影响，包括我。你说冤不冤枉？我读初中的时候啊，我的书桌前面贴着一个偶像，叫席维斯·史特朗，第一滴血拿着一支冲锋枪，好酷哦！什么叫英雄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用武力叫英雄，误了我好多年。这叫逞强好胜啊！这个魔啊，心魔啊，入心啊，逞强好胜啊，嫉妒心就很强。看到同学考试考得比我好，心里很不高兴。运气好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虽然心里这么想啊，还得要装着很祝福他的样子。哎呀，恭喜啦，考得不错啦！所以就从这些情况当中啊，养成了心口不一。那心口不一啊，就不真诚啊。人一不真诚啊，这个心性就是折自己的福啊。尤其啊，形成了呢嫉妒啊，或者啊瞧不起人啊。为什么逞强好胜呢？人家考得比我差了，很高兴啊。所以福气在哪里漏掉了？一念之间呐，跟肠道相应就积福啊，跟肠道不相应就折福。所以世间人要会算哦，诸位朋友，我们有两本账本哦，一本是银行的账本哦，这看得到的；一本是看不到的账本哦，是我们积了多少善行哦，以后会福气现前哦，就像种田一样哦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哦。再多的钱也化不了灾难哦。大家看哦，每一个大灾难来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有钱人死了？有。对啊，那他的钱能不能化他的灾难？化不了哦。只有行善积德才能化灾难哦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人世间有两件事不能等，行孝跟行善。我们看到很多很有钱的人，因为没有积德啊，哎，他身边很重要的亲人去世了，甚至于是他自己去世了，那个钱也买不回啊，这身边人的寿命哦，因为凶灾来了啊，所以行善要及时啊。我们不能变成守财奴啊，就不好了。所以这个心啊，人心啊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的。哎，知道问题根本啊，要解决啊，就不难了。而我们刚刚说到呢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最重要的是从事教育的人。因为我常常看报纸啊，现在社会上呢确实有种种的现象，啊，一些行为啊不是很好，家庭冲突了，人与人冲突了，哎，我在看这个报纸的时候啊，
都觉得每件事都跟我有关系。啊，比方说，有一个官员贪污了，我会先注意看他的名字。哎呀，好险啊，不是我的学生。比方呢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啊，一个博士啊不孝顺父母，我一看，哎呀，不是我的学生，好险。哎，请问大家，假如你的学生是博士，但是他跟妻子没办法相处，离婚了，你会不会高兴？假如你的学生是博士，他却高科技犯罪，你还会不会拍着胸脯说我的学生是博士？会不会？不会啦。假如你的学生当官了，贪污，我相信你连提都不敢提。所以当老师任重而道远，社会当中每一个现象都跟我们有关系哦。所以我很谨慎在看报纸，因为我很怕以后阎罗王常常找我去问话。哎，你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教的《弟子规》没有？哦，有有有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哦，假如没教，哎呀，这我也失职了。所以每一个社会不好的现象出现的时候，都值得每一个家庭，值得学校，值得整个社会，尤其社会的领导者思考。那是结果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没有教他做人啊，你能怪他吗？人不学不知道啊，这《礼记》《学记》告诉我们，你怎么可以责怪他呢？啊，人不学不知义呀。而《三字经》里面有一段话，值得我们思考，叫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。啊，这个“父”包含母亲哦，哈，叫父母过哈。你不要看完之后马上，哎，都是我先生的事，不干我的事。那个父就是指父母了哈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啊，我今天不是来吓大家的哈，啊，我是告诉大家，责任重大是大福，也有可能是大祸。那请问大家，要拿起大福还是大祸啊？大福。嗯，谁都知道要拿起大福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孔老夫子是我们的好榜样，孔老夫子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开山祖师，是，他是师人办学啊，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一生啊尽心尽力啊，不疲不厌的教育学生，他福气大不大？你们身边没有孔子的后代吗？哦，我来马来西亚都遇到两个了，你们都没遇到啊？很大哦，传到现在80几代了哦，很兴旺哦，他的后代上百万人哦，而且都很有成就哦。我们在南京办课程的时候啊，一次办课程来了4代孔子的后代，74、75、76、77共聚一堂，哇，一起拍照，结果74代最年轻，他的辈分最高，福报这么大，为什么？他承先启后啊，利益了2500多年的后代，所以他福当然大。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，学贵立志，要远大的志向哦。所以学儒就学孔子，我们以孔子为榜样，因为我们跟他是同行，是不？
哎，有志气啊，圣与贤可循之，哦，孔子做得到，我也能做得到。哦，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呢，你现在的眼睛是炯炯有神，放光了。我从今天开始就是效法孔子，啊，我的念头、我的一言一行都以孔子为榜样。这个人不得了啊！为什么？知耻近乎勇啊！他知道羞耻，我的德行要效法孔子，我的行为比不上孔子，我觉得很羞耻。这叫德比于上则知耻。欲比于下则知足，欲望享受啊，哎，我们跟一般百姓去比就好了，你不要去跟很有钱的人比啊，人比人会怎么样？气死人。哦，而且说实在的，你那个欲望啊，要有节度。欲望没有节度啊，吃也要吃贵的，穿也要穿贵的。你说现在人吃饭啊，喝酒啊，那哪叫享受啊？那叫自残啊！那不叫喝酒，那叫灌酒啊，是不是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人家以前的人喝酒是怎么喝的？那个酒杯上面啊有两根装备，哦，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啊。为什么那个酒杯还要有两根金属出来呢？因为它就告诉我们啊，喝酒要适度啊，喝太大口，你眼睛都瞎了。真的啊，酒精中毒，眼睛就完了。所以古人都知道啊，要有度啊。现在人 XO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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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哪叫喝酒啊？然后吃饭，一天最多你吃三餐嘛。现在人一天吃五餐的都有。哎，我钱多要你管，我喜欢吃。所以现在人啊，不懂得一句话叫“病从口入”。吃一大堆，吃到身体坏了。请问大家，30年前有没有听过癌症？现在哦，你身边哦没听到都奇怪。30年前没有的病哦，现在一堆。所以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“应酬多的人呢，叫上顿陪，下顿又陪”。终于赔出胃下垂，吃到最后身体都吃坏了，哦，所以现在年纪大的人，啊，见面都说，哦，我们是闽南人讲的吃卡败呀，吃卡败呀，就吃坏一点了，啊，不要吃太好了，吃太好好那个胆固醇太高了，高血压了，多吃些青菜豆腐，营养够就好了。现在不是营养不良了，现在通通病都是营养过剩了。你说穿也要穿好的，啊，出去买衣服，啊，这个太太在那里挑衣服，啊，衣橱里的衣服总是少一件嘛，啊，在那挑挑，挑到喜欢的，买了，买了。他的先生在旁边说：“买了，买了。”哦，对，解释一下，这个“买了”是闽南话，
不要啊，不要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人生啊，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辈啊，哦，他说他结婚以前哦，在谈朋友的时候觉得女人其实蛮好养的，才吃那么一点点。后来啊，他结完婚之后开悟了，东西吃的东西很便宜啊，衣服很贵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勤俭持家啊就很重要了，欲望不要增长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人欲望越淡啊，身心清安，寡欲精神爽。大家注意去看哦，历代的高僧啊，平均寿命啊，90岁左右啊。历代皇帝平均寿命40岁左右啊。请问大家，谁有福啊？那皇帝享那些福啊，那命都没了。所以欲望越淡啊，对自己越好。再来哦，你自己很会花钱哦，我很会赚啊，我赚了就是要花啊。但问题来了，请问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一样会赚啊？哇，那想事情不能只想眼前哦，要想到当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我孩子的生活习惯，变很会花钱的时候，事实上啊，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欲望的奴隶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以前的古人啊，他很懂这个道理哦，他钱不留给孩子哦，留给孩子，他不骄奢淫逸吗？啊，留给孩子，他素质比较好啊。他不就不想努力了？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啊？钱贤德而多财，则损其志嘛。他说：“我爸都赚好了，我还努力干什么啊？”他志气不就没了吗？余而多财，这个孩子素质比你差，你还留一堆钱给他。亦增其过啊！他一有钱了，安逸了，放纵了，不要以财货啊杀了自己的子孙啊！以前人很冷静啊，他想得远啊，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“富不过”，这一句话现在要修正一下，科学发展观啊。要客观观察，实事求是。请问大家，现在富不过几代？一代都过不了了，因为这些道理都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孔子，以他为榜样，德比于上，欲比于下，就知足了。而且说实在的，人真正尝到了道义的乐啊，读书之乐啊，那种乐啊，世间任何的欲望啊都比不上。不过要常常看才知道，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哦，所以孔子讲，饭疏食饮水，哎，他吃粗茶淡饭，屈肱而枕之，这个肱就是这个肘到手腕这个地方，哎。他买不起枕头没关系，这个手折起来就可以睡觉了，乐亦在其中呀。好，不义而富且贵呀，与我如浮云呐。好，不符合道义的这些富贵啊，他不去追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立了这个志向了，那就要懂得啊，
知命啊，才是君子。不知命啊，无以为君子。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教诲啊，我们的目标呢，做世间君子，进而再提升呢、啊，做贤做圣。啊，人没有坚定的目标啊，很容易悠悠放任、啊、得过且过，这时光啊就这样耗掉了。好，那什么样才是契入君子的境界呢？首先要知命，知道这一生的使命，要对得起家庭，对得起国家民族，也要对得起自己。一个人有没有把握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我们的灵性不能一直堕落下来啊，那就对不起自己。所以一个人忠于自己啊，他就不欺骗自己，他就懂得要成就他自己。所以真正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灵性提升啊，首先要懂得放下，心上装一大堆烦恼，装一大堆欲望啊，这个灵性会怎么样？会沉下去哦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一生要怎么经营呢？留的长远，留得下来的东西，带得走的东西。请问大家，钱带不带得走？带不走。你身边的人带不带得走？那就不要强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了。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一样都带不走，结果我们一辈子都耗在追求这些东西，然后把自己的灵性一直往下拉，不划算啊。三才者，天地人啊，人这一生好好修养自己啊，可以与天地并列三才啊，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啊！哎，反而我们这一生越来越堕落，就很悲哀啦。所以懂得放下哦，带不走的哦，不要苦苦追求了。哦，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哦，心里有点不安了。那我不求，不就没了吗？我很理解大家哦。不求不是不努力哦，是努力了，但不苦苦贪求。请问大家，求就一定求得到吗？不一定哦。不求就得不到吗？告诉大家这两句话，你想通了，你就开悟了。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啊，我是初中高中啊就很会紧张。为什么会紧张？君子务本啊，得把病根找到。病根叫得失心。一个人有得失心哦，越来越重，他这一生不可能会有幸福。大家注意看哦，现在这些演艺人员自杀的多不多？他比我们有钱呢，他比我们知名度高哎，这么富贵的人，最后为什么想不开？看起来啊，表面很风光啊。可是他的心啊，
病得很严重啊，没人知道。请问诸位老师啊，成绩好的学生有病啊，还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有病？我告诉大家哦，自杀的都是成绩顶尖的哦，那个成绩不好的好像都很少自杀，是吧？都是那个成绩很高哦，哇，一次考不好，我不想活了。所以啊，看东西啊，尤其对待学生，对待一个人啊，得看到他的心啊，不能只看到那个表面，长得高，长得美，成绩不错，这样太浅了。他这一生幸不幸福是他的心决定的。我是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硕士生，他在大学以前通通是第一名第二名，结果他念研究所的时候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研究所，所有的精英都汇到这里来了，结果一下一考啊，他二十几名十几名，哇，他一下受不了这个成绩啊。他说他那个时候啊，走在走廊上啊，因为心情很郁闷啊，都有要往下跳的冲动。幸好他在那个状态之下呢，想到他的父母跟爷爷奶奶，这一念起来啊，他就没做这个傻事。这是啊，他真正经历过的心境。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别啊会紧张。其实得失心再说深一点叫贪心呐、啊，贪求的心呐、啊，虚荣也在其中啦。我要考大学以前呢，我姑姑啊，因为我姑丈在医院服务啊，知道啊我很会紧张，给我拿了两颗镇定剂。他怕一颗不够啊，还准备两颗。我姑姑啊，可能读过《中庸》啊，凡事预则立，啊，预备好，啊，还要有备胎哈，两颗不是一颗哈。结果我记得第一天，啊，前一天晚上啊睡不着觉，啊，十一点吃了一颗。翻来覆去十二点多还没睡着，吃第二颗，结果一夜啊未眠啊，早上起来了，我很紧张哦，全家都紧张啊，所以一台车坐着满满的去考试啊，我两个姐姐爸爸妈妈全家总动员，所以一个人啊这个容易紧张啊，患得患失，全家人通通被拉下水啊。结果还没进考场，才到这个考试的学校，遇到我同学的妈妈啊，她看到我们全家来了，浩浩荡荡啊，啊，她就很快就注意到了，然后就对我说：“哎呀，李旭啊，你真好命啊，两个妹妹陪你来考试。”我是两个姐姐，你看，还没进考场啊，心情就很郁闷了。两个姐姐都变妹妹了，但是大家注意哦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叫“忧能使人老”。你常常啊在那里得失啊、忧虑啊，铁定老。哦，但是人有时候啊，活得糊里糊涂啊，都不知道问题在哪。我念大学的时候啊，刚好跟一个学校的女同学啊，我们刚好啊出去啊唱歌，
认识嘛，啊，互相介绍的时候呢，我还跟他讲说，你看我像哪一年生的？啊，结果他很认真看着我说，67年，1967啊，我是1973生的，啊，他才1967啊。我很痛苦的跟他讲，你再认真看一下。然后他也很配合哦，他就认真想了一下，说：“难道我猜得太年轻了吗？”所以老祖宗的话要多听，因为我没有听懂一句话叫“不要自取其辱”。所以那一天这个考试啊，还没进考场就觉得好像运气很不好，很这个有一进考场啊，就觉得这个好像有霉气。结果进去考第一科就考华文，当我开始做几题没多久啊，突然觉得哦，镇定剂啊挺有效的，开始有点晕了，啊，所以大家注意哦，没有福气的人哦就是这样哦，到关键时候就出状况。所以我那一次华文大学联考华文不及格。我也观察，我有很多同学啊，平常模拟考成绩都很好，每一次到正式考试哦就考不好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同学啊？你要告诉他，以后到关键时候啊，要斋戒沐浴，拜祖先啊，那几天最好吃素啊，积啊，然后啊要积一些阴德，关键时候就不会出状况了。所以我每每关键时候都出状况，因为啊心性偏掉了，得失心很重啊，嫉妒别人啊，幸灾乐祸啊。所以大家看我没有福气，你看脸都这么瘦，是吧？你看以前那些奸臣啊，我话都没讲，你们在干嘛笑呢？哦，大家看那个忠臣啊，都很有福相，奸臣都是啊，尖嘴猴腮。为什么？大家昨天开悟了是吧？利人绝对利己啊，害人绝对害己，动一个坏念头啊，都还没有害到别人，先害到谁了？这个坏的念头啊，就污染了80兆的细胞啊，通通被自己的邪念给毒害呀，啊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奸臣长得跟弥勒佛一样的？很少吧？好，所以啊，但是大家呢，看我这个样子啊，也要给我鼓励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呈现了15年前做错事了，现在才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好好努力啊，积德行善，15年之后啊，我就能白白胖胖。而且啊，我们处事当中啊，有一个心态很重要。要厚道啊，看人要看后半段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哎，你要信任人家可以变好啊，人家很受鼓舞。哎，人家做了几件好事了，你在旁边说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他以前多差，
这叫刻薄，叫折服。要时时给人肯定啊，给人希望，给人动力才好。好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啊，要知命，所以要带得走的，什么带得走？智慧带得走，灵性的提升带得走，所有做的善事带得走。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觉得，这一辈子遇到很多人呢、跟你一见面呢、你就觉得跟他亲得不得了，好像才认识三天像认识十年一样，那就是你以前的善缘呐、积多啦，这一生呢、种子发芽啦，茁壮啦。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一生哇，好多人呢、都跟我对着干，都找我麻烦，要怪谁啊？不能怪别人啊，他不去找他麻烦，干嘛找我麻烦啊？任何宇宙间的事情啊，有果必有因啊，人真明白了，不怪任何人啊，所有的事情啊，都跟自己有关。所以老祖宗把道理讲透了，一句话给我们讲明白了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个诸就是反求之于自己。好，问题啊，还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所以这一生广结善缘呢、这个是带得走的，而留得下来的，像孔子，他离开我们2500多年，但是孔子的精神长存，利益了他的家庭、家族2500多年，还利益了整个民族的炎黄子孙。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啊。好，那诸位朋友，请问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什么风范呢留在我们后代子孙的心中？他们儿子一想，我妈特别柔和，特别孝顺，我爸特别有道义，特别尽忠职守。这样啊，儿子又传给孙子啊，孙子又传给曾孙啊，代代相传。所以范仲淹先生的后代啊，心中都有一句话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他的后代的心境都是什么？把什么装在心里面啊？天下国家，这样的存心，他的后代会没福吗？假如我们把自私自利传给后代啊，可能传不了2-3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福田靠心根。而这个福田呢，大分三项：恩田，懂得知恩报恩的人有福气。所以这个人一生呢，百善孝为先，孝的人一定有福。而不孝的人呢，一定最折福。因为连做人的根都没有了。再来是敬田，尊敬圣贤，尊敬长辈，尊敬所有的事物啊，他负责事情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他很恭敬。
甚至于他对物品都很恭敬、很节俭，这样的人有啊，敬天。再来，慈悲为怀啊，很有仁慈心，量大福就大，悲天。我们的孩子的人格里面，只要有孝道，有感恩心，有恭敬心，有慈悲心，其实他这一辈子的福气你不要担心啦。所以我们不明理啊，就乱操心啊。请问大家，操心得好处没有啊？所以得把理搞清楚，理得心安啊。我们为什么心常常忧虑烦恼很多？因为我们没有把很多道理搞清楚。所以刚刚啊，举我自己啊考大学的例子，其实大家看哦，得失的时候啊，本来有十分的实力啊，只能发挥多少？可能六七分而已啊。所以这个得失心紧张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一个人能念到任何时候都是平常心，心平气和，这是他的修养啊，素质啊。所以紧张没有用，所以人往往呢不明理啊，都心态错误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豁达的人知道啊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强求不来。而一个人呢，得失心很重哦，该是他的他确实得到了，问题是他也紧张了老半天呐。可是不是他的呢，他又每天在那里想要，这样的人铁定痛苦。所以要让孩子、让学生得到人生幸福啊，他的得失心得要放得下。好，那诸位老师们呢，要让孩子的得失心放下，首先呢，谁要先放下？老师。对呀，那我们自己有这个素质，就能把这个人生态度啊，传给我们的孩子们。所以我记得我大学联考考完了，考不好啊，这么紧张哪考得好？结果我就哭得很伤心啊。今天大家出去哦，不要出卖我哦，不要出去说哦，那个蔡礼旭很爱哭哦。我今天是人逢知己千杯少，今天什么事儿我都跟大家讲。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紧张了，反而呢对事啊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而我在那哭得很伤心的时候啊，我爸爸就上到我的房间呢，好，然后搞清楚状况。哎呀，就考不好而已嘛，明年再考嘛，不要哭了。我爸就出去了。结果我爸越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然后我的眼泪就哭不出来。我假如继续哭，好像很，就是很小事，小题大做那种感觉了。所以父母没有得失心啊，一点一滴啊，就把我的得失心给调伏掉了。哎，所以父母有修养啊，孩子的福气啊。后来很幸运呢，遇到传统文化，我心念转了，自私没有福啊，念念为人想才有福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。啊，从运气很不好，说实在那不是运气啊，那是自己的心呐、啊、感召来的啦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，这是《左传》给我们讲的道理。哎，心念一转哦，命运就转哦。我本来华文都不及格哦，
后来考师范学院考正式老师啊，都靠华文拿分数哦。所以念头一转哦，你的命运跟世界就变了。所以命啊，掌握在自己的心念当中。我那个时候福气越来越好，怎么考怎么上。我那些同学哦，去报名考试说，哎，跟李旭同一个教室考，可能会比较考得上。所以你哦，学习传统文化有福气之后哦，哎，人家还会觉得要这样才会有福气。所以要给我们好好修行啊，修身啊，要给我们老祖宗脸上贴金啊。所以不是去买片金片哦，贴上去啊，那个是形式啊。我们真正照着圣人去做的，家庭和乐，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啊，给世间人相信啊，学习传统文化真的有大福报。人家有信心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给圣贤人脸上贴金啊。那我们思考到知命啊，是要成就自己，而在延伸开来啊，我们要懂得我们这一生啊，对家族要有使命啊，要承先启后，而且我们要让家族啊得利益。文天祥先生讲过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丹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汗青啊是史册，是历史。我们要照谁的历史啊？用真心照谁的历史？当然要照自己的历史，啊，照父母的历史，啊，照另一半的历史，照下一代的历史，让他留在他们心中啊。就是，哎呀，我生这个儿子啊，我生这个女儿啊，值啦！啊，让这个父母啊，在梦中都会笑醒啊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真好啊！叫照父母人生的历史啊，哦，让另外一半感觉啊，这一生最对的事啊，就是跟我们走上地毯的那一端呐，结为连理枝啊。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了，让我们的下一代感觉，做我们的子女啊，是最大的福气，因为我们从小就把最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种在他们的心田上了。等到他们读大学啊，一出去接触这么多同学，他就感觉啊，父母给我的家教啊，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啊。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家族家庭啊，尽了自己的使命啊。我们也要对教育界啊，尽我们的使命啊。教育界最重要的师道，我们要把师道的尊严啊振兴起来啊，这是我们这一代遇到的事情。为什么？《礼记·学记》告诉我们：“师严而后道尊”啊。人不尊重老师，他怎么求学问呢？所以看着孩子不尊重老师，我们不止不跟他生气啊，我们很怜惜他。因为他这一生只要不深入这些经典，他不明白做人的道理，他这一生只有沉沦的份了，怎么可以跟他计较呢？
替他紧张都来不及了。得个天地人的人生干出来的都是畜生的事情，多可怜啊！所以不能跟世间人过意不去啊。为什么？《礼记学记》讲的，人不学不知道啊，没人教他。你说他父母应该教他啊。哇，这个孩子回去，爸妈你怎么没教我？他爸爸妈妈说，你爷爷奶奶也没教我。结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找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你怎么没有教我五伦八德？爷爷奶奶说，你曾祖父曾祖母也没教我。好，三代到哪里去了？坟墓前面。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世界啊，现在的状况啊，谁也别怪谁啦。几代人忽略了老祖宗的智慧啊，通通都是啊受害的人啊，都是可怜的人啊。停止指责啊，从我们自己做起来。而大家想一想啊，是家长比较明理还是老师比较明理啊？哎呦，我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？诸位教育界的同仁啊，你们都很谦虚，我知道。我们毕竟深入教育这个领域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教育孩子，我们一般呢都会比家长懂。所以人生，人与人都有缘分啊，亲朋好友。包含我们的学生跟他的家庭，跟我们都有缘啊！啊，人要知缘，人要惜缘啊！这个地球上啊，60几亿人口啊，人与人能碰在一起啊，几率等于多少？60几亿人哦，几率高不高？很低呢。所以诸位朋友，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哦，你居然能遇上他，这是你生命当中的奇迹出现了，几率很低哦。哎，所有的生命有多少？你不能只算人哦，你今天走在路上也会遇到一只狗，他也跟你有缘哦。所以你把所有的生命加起来啊，那个数目是天文数字，然后两个生命居然遇在一起，然后还一起学中华文化，请问这个几率有多少？啊，这几率难得啊，大家可以抱头痛哭一下，都是很自然的哦。哦，那个男生女生就不要了。啊，所以缘分难得啊，包含学生跟你遇上了，家长跟你遇上了，这个都是人生难得的缘分。怎么去珍惜人生每一份难得的缘分？觉悟自己啊，觉悟他人。真正帮助人呢，你给他吃的，你给他物质上的帮忙，都是短暂的，很难解决根本长远的问题。这个体会啊，从事公益工作的人会非常深刻。哎，国家很多地方很穷困，结果他们帮了5年10年呢，居然是那个救济最多的地方的人最不感恩，最视为理所当然。哇，他们非常苦恼啊，去请教我的师长啊。老人家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，他们连父母都不感恩，他还感恩你啊？
所以人要明理呀、啊，不然福来了，他还把它折掉啊。所以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、啊，教育是最根本、最重要的。所以，真正他有智慧了，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，他才能利益他身边的人。他没有智慧了，可能呢、啊，他的思想还会造成他下一代、他身边人错误的认知。所以我们先觉悟了，就能去帮助他人。而现在我们对教育比较懂，我们就有一份责任呢、啊，去启发家长。所以在整个教育的现况之下，老师啊是能扭转乾坤最重要的关键点。哎，老师明理了，教育孩子，啊，孩子变乖了，哎，家长马上，哎，我孩子现在懂得给我倒茶了。端水了，他去搞清楚，哎，孩子怎么变了？哦，老师教他孝道了，老师教他做人了，哎，慢慢的家长会感谢老师的教导，慢慢的就尊重老师啦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呢，家长跟孩子的尊重啊，不是我们要来的。是我们做到老师的这一份责任，自自然然赢得的尊重。相同的，另外一半的尊重啊，也是因为我们的德行跟敬本分赢得的啊。人生这些好的境界啊，都不是去给人家要得来的。自己做到了，自自然然水到渠成，赢得家人，赢得大众对我们的尊重了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啊，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